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今天的话呢，有这个企业内部教育训练，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同仁回来一起用餐。那很多人一起用餐的话呢，想当然一定会有这个空吧？好，来看看就知道了。好的，这个是今天的汤，这个是香菇、紫菜豆皮汤。那这个是空吧？比较晚来的话，只能吃肥肉。可以看到这个蛮肥的。好，没关系。哎，嗨，徐凯，我说那个空吧。好，那这个是豆芽菜，这个是黄金蛋蛋，这个是高丽菜。嗨，很厉害。没有没有，这个是卤味盘，没有就拍给伟哥上伟看的。然后这个是素食的部分，这个是我们今天吃的饭。然后这个是大姐，哎，大姐，谢谢。谢谢，感谢。哎，大姐，你现在不会孤单吗？尚伟他去英国了。我说尚伟去英国，你不会孤单吗？不会啊。是哦。我很忙。哦，你很习惯他不在家日子了。对啊。好吧，那尚伟可以多在英国待一些。OK， 就这样，各位朋友，用餐愉快，拜拜。